宝文呢、啊，特别喜欢跟我们讲他闺女的故事。每一次说的时候，都好像我们从来都没听过一样。可其实，他跟那个闺女就只在一起生活过4年。你有过朋友吗？我有。当年我刚参军的时候，因为我长得白，我不长胡子，他文无忌笑话我，他说我不是爷们儿。我跟你讲，当年我气不过，我后来逮着。过年的时候，他们家给他寄的一条蜡烛腿，一整条，我往上尿了一泡尿，一大泡尿，一条猪腿都全废了。然后这孙子发现了，他拉着丁老三，把我堵在厕所里打了一顿，我都没跟你们说，打得可狠了，给我气的。紧接着就上了战场了。我一个小崽子，我知道个屁呀、啊！我在前面射箭，我射得高兴，可其实敌人已经到了我背后了。是文无忌替我挡了一刀，这是我兄弟，我第八团，220个人，就这么死了。那年的兵部尚书正是你宠幸的右相，我要找你给他们讨这个说法。杀人的。